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小姨，你没吃饭呢？没呢。走啊，带你下馆子。你有钱吗？哎呦啊，瞧不起谁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爸那床头柜里全是钱，一沓一沓的。等着我去拿啊。哎，我回来了。拿来吧。小三，我小姨的忍耐度。你干啥呢？啊，小姨，我腿累了，我搭一会儿。你搭我腿上得了呗，你还搭他腿上干啥呀？你直接搭他身上得了。啊？一天天的啥家庭地位不知道？你再搭一个试试来。哎，我这边搭一个，我这边还搭一个，啊，我就是潇洒。我小姨是如何把男生骗回家的？我有一台会发光的3090。小姨，我等会儿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啊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我那前女友也去啊。就那女的？啊。等我一会儿。啊。走，小姨给你撑场面。前不凸，后不翘，小小 A 照真可笑。哎，小姨，我没说你，可笑可笑。你还说？挑战小姨的忍耐度。王姨来了，几天不见，你这身材又好了吗？那什么，送你件衣服。哎，你去卫生间换上给我看看吧。瞅啥？给你，你又穿不了，胖的跟猪一样。啥呀？我都穿不了。哦，你就给我闺蜜穿这个啊。我小姨居然开会脱鞋，看我不整整她。机会来了。小姨终于发现鞋不见了。赶紧把鞋给我。小姨，你给我点零花钱。你先把鞋给我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。给，我给你大爷！啊！啊，小姨，你干嘛去啊？又你滚！挑战当小姨面抱她闺蜜睡觉。小姨，那个你闺蜜可以借我抱两天吗？啥玩意儿？就是抱着睡觉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可以个屁可以，你抱我不行吗？你要抱我闺蜜。你看你胖的跟猪一样，你再看我小王姨那多瘦溜啊。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是找死。那就一滴啊，就滴一滴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！干啥滴啊？吃一铲。他不赖我。哦！哟！挑战耽误小姨，让闺蜜擦嘴。拿来吧你！刘姨嘴脏了，我给你擦擦嘴。再也擦擦。你干嘛呢？啊！我刘姨嘴脏了，我给她擦擦嘴。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那怎么不合适？你不平时说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吗？那我给他擦擦嘴怎么了？你给我把眼闭上，你再说话腿给你打折。那腿打折，腿打折，我要给他擦嘴。刘姨，我给你擦擦。啊？网上都说左手能握住手机，右手握不住。我赌你右手也握不住。俩手都一样，怎么可能握不住？敢不敢打个赌？赌就赌呗。啊，那你试试。嗯，握住了吧？那你换右手试试。哎，这咋回事？这不科学呀，这怎么握不上啊？啊？
今天我就要用这个牙签穿透我的大拇指，你信不信？那可能吗？看好了啊，首先呢，用纸把我的大拇指给包起来，检查一下。啊，看好了啊。你等一下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咱就拍个视频。哎，没事，看好了啊。妈呀，你手指头没事吧？看好了。哎我去，外甥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我想这不可能，想这不可能的事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咪，细灵啊！